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私家车不再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近年来，私人飞机慢慢成了一种新的流行趋势。相较于私家车而言，飞机的售价更高。随便一架普普通通的飞机，其售价都要比最贵的超跑布加迪要贵好几倍。如今只要40万，直升飞机就能开回家，真的是买车不如买飞机啊！下面就来和小编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几十年前，私家车象征的是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，但是这种说法到现在已经不靠谱了。因为放眼望去，满大街的车衬应着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私人飞机则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产物。如今更多是一种财富的象征，随便一个大明星如周杰伦、林青霞、赵本山、李连杰、章子怡和成龙等都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但现在别羡慕明星，私人飞机只要40万了，还买啥车啊？如今有一款加拿大生产的私人飞机，售价仅为40万元左右，只要一辆奥迪 A6 的价格，这样的价格就能买架私人飞机，还买啥车啊？从普及率来讲，私人飞机远没有达到汽车那么高。正所谓物以稀为贵，这么便宜的私人飞机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。但是飞机驾照的考取则需要付出很多，首先要经过长达3个月左右的培训，这是超过一般汽车驾照培训时间的。其次，动辄10万左右的花费也足够买一辆低端车了。除此之外，我国对于私人飞机驾照考核较严，这是由于普及率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，当然也有一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。如果放宽相关的政策，相信会有很多私人飞机走进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家中。毕竟40万的花费也不是承受不起的，但是仅仅只能搭载飞行员一人，也略显不足。